One, go!小羊人闹烈，男生女生向前冲。无限妙恋，这里是安徽合肥欢乐岛，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2012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小羊人妙恋》。男生女生向前冲，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大家好，我是小队委鲁瑶。大家好，我是中队长韩露。大家好，我是直升机小队长宋正义。大家好，我是永远的大队长陈杰。是全校公认的大队长，我是余生。各位好，我是普通，我是大小普通校学队员，我是就是什么职务都没有的。对，这个每个班呢都有几个好学生，里面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啊。当然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都知道老师是什么，老师就是红珠，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请允许我们冲冲家族向全国的老师说一声节日快乐。感谢小羊人闹店对本栏目的独家冠名播出，谢谢。谢谢，同时要感谢阳光保险安徽分公司、合肥第一人民医院集团以及行业品牌的大力支持，谢谢。谢谢。是的，同时在电视机前的您可以跟我们一起进行这个短信互动啊，边发短信大写 A 加上您想说的话，比方说老师您辛苦了，发送到10660122688就有惊喜等着你哦。是的，每天我们将抽取5台由绿源集团提供的2000元的电动车。是的，没有错，非常欢迎各位老师来我们赛道上拿奖品了。如果您通过了第一关、第二关，您将获得是小羊人妙恋提供的妙恋果粒多一整箱。如果您通过了第三关、第四关，您将获得是小羊人妙恋提供的妙恋大礼包一份。通过第五关将有机会获得格力电器提供的电磁炉一台，第六关格力电器提供的遥控电扇一台，第七关格力电器提供的千元空调扇一台。闯到终点，我们要祝老师节日快乐的同时，也要给老师提供格力空调一台，以及安徽卫视限量版冲锋衣一套。欢迎各位老师来高台。好的啊，今天同样是男生女生、男老师女老师大 PK。今天呢，我们冲冲家族也用自己的方式给全国的老师们加个油，3、2、1。
进入到我们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间。快乐冲关，无限妙练，您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小洋人妙练》，男生女生向前冲。在这里，让我们感谢小洋人组团队本栏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格力品牌的大力支持，谢谢。谢谢。今天呢是9月10号啊，是教师节，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来了一群麻辣女教师，欢迎大家。够麻够麻，辛苦了，辛苦了，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当然，今天第一个出战的老师非常非常的重要。怎么讲？号称我们合肥市有万人迷之称的初中英语老师，哇，看到他大家会为之而倾倒。是的，那我们来看看他的风采，来，掌声欢迎，有请。哎，美丽的倪老师，看到没有？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嗯，大家好，我叫做龚妹妹，我是来自于合肥市第42中学的，我是初中英语老师，谢谢。我跟你讲哈，就是现在这个老师上课火到什么程度？怎么讲？上体育课的在外面的学生都趴在他们班门口要听他上课。哦。别的学校的男老师要申请调到他们学校去教书。哇，这么严重啊！是。啊，那你觉得你最迷人的地方是哪一点呢？我喜欢我的腿，因为我的腿很长。什么特长？腿特长。对，在我们赛道上，腿特长就特别容易跑到高台。没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万人迷老师跑响这第一枪，请听口令 ：3、2、1。出场的第一位老师是万人迷。老师还有一步，好的，这样的万人迷今天能不能站上高台呢？来到第三关，我都说过第一跪出战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啊啊！哇，果然是万人迷老师啊！我们的救生队员奋不顾身扑向了老师。教健美操的体育老师。哦，教健美操。是健美操的话，嗯，难免今天要给大家展示一小段。哎，说来就来吧。嘿，哇，好嘞，保留体力。是的，但是从刚刚几个动作就可以看得出来，老师英姿飒爽啊。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来，请听口令 3、2、1。终于来了一个健美操的体育老师啊，哇，这个应该相当有戏啊。是的，身材匀称，漂亮，你看他能够运用弹床的弹力来辅助自己的冲关，漂亮。哇，果然是健美操老师啊，跑起来都特别有弹性，再快一点好吗？好的，没问题了。来，接下来是步步起伏，记住先上脚再上手扶，对，然后两只脚掌握平衡，没错，就是这样。哇，我觉得这位老师应该可以冲到高台啊。对，就是这样，每一步都要踏实。登顶了，好，这个老师您得快一点，对，侧身下，好，这个可以慢点过，好的，好嘞啊。哎呀，难怪了，体育老师肯定身手不凡嘛，尤其健美操，哇，一会儿在高台上再舞起来，是，请您速度快一点，一定要快，好，好的，老师就从这儿开始助跑，绕到我们的弹床之上，应该没问题了，提了，提了，漂亮，好的。
跳健美操的话，这个胳膊的劲儿也很厉害啊。所以说，老师对于人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啊！是。是老师，今天是我们的教师节，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说呀？我现在一直还带三个班，我带170名学生，我希望他们在3年，应该是2年之后表现得更好，谢谢。哦，这是对我们同学们的祝福了哈、而且确实也听得出来老师的工作非常辛苦。是，哎呦，谢谢您了。对，收好大红花呢，这件安徽卫视的冲锋衣以后上课可以穿。是的，现在格力空调作为谢礼送给您了。恭喜老师！老师好，哎，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任琪，我是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的辅导员。看不出来啊，这位任老师就年轻貌美，已经是妈妈了，对吗？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宝宝现在多大了呢？宝宝今年5岁。哇，完全看不出来。老师呢，在身孕7个月的时候，还在坚持的工作岗位上，我觉得这一点还蛮让我感动的。是是是，老师，我说的对吗？对对对，是这样子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2007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呢，学院的人手比较紧，虽然呢，我怀了7个月的身孕呢，但是呢，我克服这个人手不足，仍然这个带起了这个新生军训，我觉得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是，所以今天希望您在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感受到一份清凉和快乐。来，接下来任老师请听口令。 3, 2, 1 Go！ 您不需要太着急，稳一稳，坚定地踏好每一步。像姐妹花一样啊。自我介绍一下两位。大家好，我叫吕游，我来自合肥市特教中心。大家好，我叫苏文文，我来自合肥市特殊教育中心。所以啊，我是觉得，就凡是从事特殊教育行业的老师们特别特别的辛苦。对，教大家两个手语，一个是我爱你，我爱你，一个是谢谢。我爱你是怎么用手语，是我谢谢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说，老师，我爱你。谢谢老师。是。那两位今天啊来闯关，应该是放松心情，让自己快乐起来。两位老师，哪位先来呢？好，先来。好，老师，接下来请听口令。 3, 2, 1这位老师啊，相当的有爱心，平常教起课来呢也非常的有耐心。接下来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拿到空调了，来向前扑。好的，好的，站起来，必须站起来，两只手打开，保持平衡，没错，就是这样。好，没问题。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弹跳楼梯了。好的，每一步都要踩得比较稳当。落下就起跳。好的。没错。好，还有一步就登顶了。漂亮，接下来下楼梯的时候一定要侧身。老师，咱们一定不能慢啊，得稍微快一点。要跳又跳的，不能这样，危险啊！哎呀，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变身了，准备跳起来，脚蹬起来，脚蹬起来。
都到下去台阶。往前面还一个跳过。虽然说没有创造一个奇迹，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吕老师的勇气。接下来您的同事苏老师要上赛道了，请听口令。3, 2, 1 Go！ 你收看下节预告。三儿姐啊，姐啊，姐啊！刚才老师，哎呀，老师，希望老师您还看得见路。哎呀，老师，抓紧。请听口令。3, 2, 1 Go！ 我们的苏老师也是来自特殊教育中心的云老师，相信很多您的学生也在看您的冲关呢。你要用行动来告诉他们，要学会坚强，学会勇敢。哇，好厉害哦！速度非常快，来到第三关。速度可能要快一些，哎，选择了躲避啊，老师果然很聪明。好的，站起来，不需要躲了。好的，来到了瀑布起伏。站起来，来，再次调整一下，站起来。好，可以一路小跑的话呢，快速通过。站起来，来加油，好，跑起来啊！这老师在我们的瀑布起伏上休息了老半天了。好，缓跳楼梯。接下来，老师，咱在楼梯上可不能休息，一旦休息，只能落水啊！一定要一鼓作气啊！哎呀，再而衰，三而竭啊！竭啊！竭啊！自落水中。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理科组的老师，怎么样？来，有请两位。有请。哎呀，是不是就是教理科的老师一定要戴一副眼镜呢？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初中数学老师，我叫孙梅。孙老师，您呢？我是来自合肥市五中中学的物理老师，我叫杨小丽。两位今天代表是理科老师。哈。其实我觉得理科老师闯起关来会更有优势一些。为什么呢？比方说物理老师，你觉得我们整个赛道有哪些运用到了物理的知识？选一关说就可以了。那个弹床吧，如果你好好利用那个弹力的话，就帮助你，可以帮助你注定。哦，哇，厉害厉害哎！怕的就那一关。没关系啊，我告诉你一个通关秘语，就是 Q 弹爽滑啊，记住了吗？好的。好，那接下来请听口令。3, 2, 1 Go！ 老师说得好啊，第二关就是需要运用到一些物理方面的知识。漂亮！不愧为物理老师啊，每一关的床之前估计都进行了分析，这个是要保持平衡就可以了。好的。其实接下来这关也是需要掌握平衡。老师很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平衡点，过了第四关，来到忐忑楼梯。请分析一下接下来忐忑楼梯运用到怎样的物理知识呢？这个问题我相信高台上的陈启和宋秋意应该进行回答，因为老师离他们越来越近。是的，我们这个时候还看不见老师，哎，看见了，转眼间老师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啊。是的，这是一位物理老师。是，现在看做的都是有用的功啊。是。好，往后退一些，就是往前看，重心往右就可以了。跑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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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往
手舞足蹈的呀，好悬呐、啊！准备好，老师，记住一定要使劲蹬起来，蹬！太轻了，哎、老师啊！哎呦，运气真不错呀！物理老师，这台空调十拿九稳。哎呀，加油！物理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老师连物理都学得清楚，闯关就不在话下了。老师，我们的第二级的平台上面会有瀑布。老师小心眼镜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看来我的提醒，没关系，希望老师您还看得见路。哎呀，老师抓紧，听我说。把绳子放在两腿中间，哎，对的，是这样。小步，重心前倾，小步走，手一步，脚一步，不要来回晃，老师，老师再试一次，别放弃，抓紧，别放弃，抓紧，挑战失败。这位老师失败就失败在他数学方面可能没有学好，所以我一直在想啊，数学老师来闯关应该带着一把尺子，哎，啊，出发之前把每一关都量量好，角度算算清楚再闯关。是，关键就是、啊、到了最后一关，手一步，脚一步，脚一步，手一步，能够领会吗？能够。接下 来请听口令 ：3, 2, 1。哎，到手的空调又飞了。这位是数学老师，其实还有很多数学方面的原理啊，可以运用到我们的闯关当中。漂亮，比方说几何学呀、啊。失败了，对，好，首先接受瀑布的洗礼。好的，坚持住，老师。好，接下来要听我们的，对，是老师，走中间，对，小步走，不要着急，手一步，脚一步，手一步，手跟上，脚一步，好的，不要晃，老师上来了，上来了，手，右手，上来了，左手，右手，好的，漂亮，老师，好样的。优秀的老师也为他添上一朵大红花，恭喜您登顶成功了。哎呦，
怎么样，得到大红花感觉还开心吗？开心。吃饭的这个点儿，肯定有很多你的学生在看着你的闯关，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呢？希望他们来年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你看，老师就是老师，到这个时候心里惦记的还是学生们的成绩。是，希望今天的闯关是您给自己送上了一份大礼，也希望您会满意我们送上的礼物。恭喜谢老师，隔离空调属于您。安徽卫视的冲锋衣请您带到课堂去。漂亮，老师，好样的，好样的。我觉得为理科老师也算是争了光了。是的，也为女生队再添一台空调，又增加了一份荣誉啊。接下来还有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都来自于音乐组啊，会给我们带来欢声笑语。来，有请两位。来，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是来自肥东师范的舞蹈老师。舞蹈老师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姓张，叫张师豆。好，张老师。那这边呢？大家好，我是来自陆安九中的一名音乐老师，我叫王静。那我觉得应该从舞蹈老师这儿开始。好，来，接下来请听口令。3, 2, 1老师，你也是我们第一轮的最后一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跟高台说？我肯定想努力争取上到最高台。好，好嘞，看您够不够努力了，请听口令。3, 2, 1遗憾，随着最后一位老师落水，第一轮女生队的表现也到此为止了。是的，鲁瑶同学，是，你要向我汇报一下。好，报告朱队长，目前我们女生队的成绩是一台、两台。哇，老师就像花朵一样，已经绽放了两朵了。是，两台空调会不会给我们的男老师带来一些压力呢？接下来看你们的了。快乐雄关无限妙恋，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小洋人妙恋》，男生女生向前冲。感谢《小洋人妙恋》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格力空调的大力支持，谢谢。谢谢王乐乐队长，今天我们的队伍来了很多您的爸爸。我哪有这么多爸爸，而且那么年轻的爸爸。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不对？所以老师就犹如我们的爸爸一样。各位爸爸，你们辛苦了。我要问一下，这个里面有没有教数学、物理和化学的老师？数学、物理、化学、有没有数理化的老师？请举手。哦，您请出列。我明白，我明白，乐乐，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您一定是要感谢这位老师，对不对？我要感谢这位老师，啊，感谢数理化老师。在高中、初中。给我留下的一些阴影。介绍一下吧。
我是来自合肥市南园新村学校的物理老师，我叫王磊。下面来看一下这位物理老师的闯关表现，请听口令 3, 2, 1 go。 你收看下节预告，全球的非常好。哎坚持住，坚持住，最后几步。请听口令 3, 2, 1 go。 其实从小学到高中，我最怕的就是老师，因为本人呢天性比较调皮，所以老师呢总是给我一些特别的辅导。步步起伏，在物理里面啊，有的时候要讲究平衡，对不对？没错，余生，我跟你说，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们啊，基本上以体育老师为主。基本上没有数学啊化学这样的老师，你影响男生队的成绩。你真讨厌，谁说化学数学物理老师就不能闯关成功了呢？快快快，没有时间了，快加油，跳过来。哎，抓紧抓紧。不知道秋意高中初中的物理成绩如何，现在向你冲来的是一位物理老师。哇，我的物理呢真是大糊涂啊。好，抓紧老师。好的，这位物理老师，这一关有一个物理原理啊。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没错。来，学习做得非常好。哎，老师摩擦力不够，我滑下去了。这位老师，这位老师，来，这位老师，您是体育老师对不对？你可以给我们发一个体育老师一般给同学发那个口令吗？像不像？来找一下那个感觉。你紧张吧？有一点，有一点。搞体育的话很少，做起来就很不一样。你相信我，冲关一定很给力，好不好？来，这位体育老师，请听口令 3, 2, 1。这位老师已经出发了，我感觉得到他能够冲到终点高台。上个厕所，哎呀，乐乐队长真是
是谦虚啊。但是这位老师是不是像我说的一样，哇，真的冲到了终点高台呢？老师，老师好，老师好，教师节快乐了。是的，大红花送给您。来，能不能骄傲地告诉我们您的姓名是？金华伟。金老师。金老师啊。是的，金老师，您从教有几年？几个月。我几个月、刚刚踏上教师岗位的一位新老师了。今天非常恭喜金老师能够拿到我们男生队第一台空调啊，也祝福您第一个教师。老师啊，他们的课上一定会很火爆啊？为什么？本身就很帅。真的吗？真的。在我面前说。来，有请这位。好，这边第一位。好。还有这位穿黄衣服。好了，三位，先问一下，是不是的确都是体育老师？对，我是体育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的姓名叫张忠信，来自安徽医科大学。来自安徽医科大学体育老师。是的。您的选修课的体育的项目是什么？武术。想去选修您课的女生多吗？比较多。你跟我说吧，受欢迎的他们都不是去上课的，他们是去看帅哥的。好了，第二台空调毫无疑问应该你来为我们赢得，好不好？我尽力。我不要尽力，我要一定。请听口令。2, 1, GO！ 第一关，凌波微步。第二关，好，抓稳。准备好，放手。是一位擅长武术的体育老师啊，在安徽医科大学任教，他的体育课颇受广大女同学的好评和青睐。这一关要稍微的快一些，很好，准备好，满了。老师啊，也很特别。他是一位特教中心的体育老师。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来自合肥特教中心，我叫韩宇。在这个特教中心教这些有一些特殊的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困难？不会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像跟家人在一起一样。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有很多。我们学校每天都在演绎着很多很多感人的事情。举个例子，在3年以前，一个学生半夜的时候胃出血，然后得知这个情况以后，12点多赶到了学校。当时他见到我的时候，突然就流泪了。然后我当时晚上陪着他到了医院，整整的待了一宿。第二天他安全了。从那以后，这个并不太爱学习的学生变成了非常优秀的学生。在他毕业时的时候，他不愿意离开校园，因为那天我不在学校。然后他的爸爸，他用了一张纸写了一句话，说。我要见到韩老师，我要跟他说再见。最后他爸爸打电话给我，我赶到学校的时候，看到他爸爸手上的东西的时候，我流泪了。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在我们的人生中，如果能遇到一个好的老师，一个好的导师，说不定真的可以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我觉得韩老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有这种能力去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也是我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师，向老师敬礼。所以我们也希望韩老师能够为我们拿到一台空调，对不对？我觉得第二台空调太珍贵了，太值得珍惜了。韩老师，请你帮我们带回来好吗？我尽力吧，在学生面前，我不想让他们失望。好，千万别让孩子们失望，加油！请听口令 ：3, 2, 1, GO！故事里面的那个
小朋友，如果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看到他们的韩老师一定高兴地跳起来了。没错，而且韩老师将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你，人生中所有的困难和挫折其实并不可怕，只要大胆向前冲就能达到心中的彼岸。机会来了，高手。好的，好，转眼间来到坦克楼梯。有时候同学聚会的时候聊的最多的话题还是我们的老师怎么样了。没错，所以我也相信如果今天这位韩老师挑战成功的话，日后一定会成为他的学生在同学聚会时候的讨论话题。是的，韩老师你也说过了，绝对不希望学校的孩子们失望，这个时候他们正围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您的节目您的比赛，他们也在为您加油呐喊助威，你是他们心中的骄傲。第三颗球很稳健，要过第六关了。慢一点，老师，赛程马上就要过去大半了。好了，好的，兄弟近在咫尺，太棒了。如果是使用这样的方法，您一定要注意刹车呀。韩老师要先站起来，不然的话很容易失手。没问题了，好的，终于过关了。韩老师，我们近距离观察可以发现是一个身材非常匀称的男孩子。是，坚持住，坚持住，最后几步，同学们都在等着为你欢呼，最后几步完成你的小梦想，孩子们心中的大梦想。欢迎韩老师，欢迎。是运动员的身材啊，身高非常好啊，是身材好棒啊，是，这也是我们今天奖励给每位冲关成功的老师一朵大红花啊，非常高兴。老师现在感觉如何？挺累的，挺累的。除了累的感觉之外，现在心情如何呢？我没有让学生失望，没有让我的妈妈失望。也是哈、啊，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特教老师，平时可能更多的一门心思投在工作上了，对家人应该也多多少少有一些愧疚吧。因为我家在蚌埠，其实离开家里面已经12年了，然后没有很好的尽孝心，所以在此我想对妈妈说一句谢谢。现在您可以尽孝心了，空调可以带回去给妈妈。恭喜韩老师，也恭喜男生队。不想让孩子们失望的不仅是你一个，我身后的每位老师都不希望他们班上的同学和学校里的孩子们失望，这位应该也是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介绍一下，我叫陈烨，来自哪里？来自合肥一中。希望你登顶成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听口令。3, 2, 1，你收看下节预告。非常遗憾，我觉得这个时候啊需要调剂一下，调剂一下。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位外国的朋友，而且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的。哎呀，你看他不面熟吗？我看他太面熟了，我把他请上来。好了，有请。哎，有请。有请，有请，有请。是的，余生为什么面熟呢？话说他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常客。哦，我们办情人节的时候呢，这位就跟他的老婆一起来上到节目当中去。没错，然后父亲节的时候呢他又带着宝贝一起来上节目。今天呢是教师节，他又来了。没错，我要问一下了，您先给全国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我的中国名字是老飞，我的法国名字是菲利普。菲利普，法国的名字叫菲利普，中文的名字好听一些叫老飞。老飞，飞 fly。
贝 ，fly 啊 ，fly fly， OK， 飞利浦，放心的冲，尽管大胆的向前冲，对，对，宝贝，啊，要加入油了，好的，明白了，飞利浦，请听口令 ，3, 2, 1 ，Go！ 是来自哪所学校？我们两位来自安徽医科大学。哦，大学教体育，教体育的。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擅长的项目？我擅长的项目比较多。哎呀，哎呀，比如说嘞，篮球啊，像这个乒乓球啊，羽毛球啊，都有所实力。哦，明白了，明白了。总之一句话，这位老师很厉害，很厉害。嗯、但是今天。检验你是不是一个优秀老师，是不是一个厉害的老师，这个检验标准就是登上高台拿空调。你准备好了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名字大声地喊出来，为自己鼓鼓气儿。我叫陈凯华。陈凯华，请听口令 3, 2, 1一位来自医科大学的老师、啊、您叫什么名字？金宝。刚才前面那位老师应该是你的同事啊。对，他没有完成的梦想你应该怎么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好的，继续努力，请听口令 3, 2, 1老师长得很像我高中的化学老师，我以为你教化学的。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李小雨，我来自河北市青年路小学。教小朋友体育课，现在都教些什么东西啊？教球类，因为我们学校是河北市的篮球特色学校，教篮球啊、足球一些球类。希望这位老师能为我们打开胜利之门。第三台空调，你准备好了吗？好，请听口令。2, 1, GO! 当然了，相比较语文老师、数学老师来说的话，老师来说的话。还是体育老师最给力。今天情况不妙，虽然说我们队中20个选手，18个体育老师，我们还是没有能够反超比分呢。还有3个呢，希望总是在后面。都是体育老师，对不对？好的，来，三位上前一步。学校这位老师好年轻啊。对，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北市八一小学的谷老师。谷老师，第二位。我是来自合肥润安中学的，我叫陈勇。这位老师呢？我是合肥五十中学的。哦，五十中啊。五十中，好学校，好学校，好学校、啊。那今天三位里面，我觉得最年轻的应该是这位了。好，您胡老师今年多大？24。哇，好年轻啊！那就率先发难，好不好？第三台交给你，请听。3, 2, 1
经来到了弹跳楼梯。男生队的第三台迟迟没有出现，我们还需要等多久呢？跳到那个位置去了，这真的是夹缝中没有求到生存呢、啊。那这位老师，今天来这里，同学们知道不知道？应该知道吧？都知道，而且我相信这个时候，很多同学都围坐在电视机前给您呐喊助威。想不想对孩子们说点什么？我会加油的。好，我会加油的。Fighting， 起立，走力。Three, two, one。体育老师，这位体育老师一定要给力啊，好不好？你自我介绍一下了。姓姓名叫李磊。李磊，第三台能不能让我们在第一轮就锁定一个领先的优势，就全看您了，好吗？来，来自五十中的体育老师，请听口令。3, 2, 1, go！ 这位老师的名字让我们想起了初中的英语课文《李磊》。and 喊妹妹，还有一个同学叫林涛，对不对？还有一只鹰叫 Polly。还有两个同学叫 Lily 和 Lucy。陈琦有个英文名叫韩妹妹，韩妹妹，现在李磊正向你冲了过来。谢谢啊，我哪有那么美啊？但是韩妹妹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了。没错。说李磊和韩妹妹，谁也没能牵着谁的手。哎呀，好伤感啊！突然。真的啊。要伤感了，现在来点刺激的感觉，因为到了第六关，大家全力求。老师，这一关小心一点，轻轻的，轻轻的，再轻不过了。想象自己是一片羽毛。男生的比赛也到此结束了，两台空调，不算好，但也不算差嘛，对不对？来看一下女生队第二组的精彩表现。快乐通关，无限妙恋，您正在收看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小洋人妙恋》，男生女生向前冲。在这里，让我们感谢小洋人剧团对本栏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格力品牌的大力支持，谢谢。对，接下来为各位老师介绍一下我们闯关的奖品了。如果可以顺利通过第一关和第二关，您获得的是小洋人妙恋国力多音箱；通过第三关或者是第四关的话呢，您获得的是小洋人妙恋大礼包一份。是的，过了第五关将获得由格力品牌提供的电子围一台，过了第六关将获得格力品牌提供的豪华遥控电风扇一台，过了第七关将获得格力品牌提供的豪华空调扇一台，当然闯过全关将获得价值3500元的世界名牌格力空调一台，以及印有我们安徽卫视 logo 的限量版冲锋衣一套。是的，电视机前的您呢也不能闲着哈，发发短信了。那么编辑大写 A 加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10660122688，就有惊喜等着你。每天我们会送出5部绿源电动车。是的，给大家分析一下。从我身边开始，这边这个纵队是我们的幼儿园老师，欢迎。旁边的纵队是我们的小学老师，欢迎小学老师。再在这边第三路纵队是我们的中学老师，那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大学老师。是，每个人呢、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十几年的时间都在学校里饱读诗书，接受着老师的沐浴的阳光。老师们也是含辛茹苦，这样我们一起请上四位好吗？来，欢迎。来，四位有请，就是幼儿园老师了。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第一位幼教老师登场，好吗？来，加油。接下来请听口令。3, 2, 1。这位是幼儿园老师，
看，平时和小朋友在一起哈，接触的比较多。不知道平时有没有时间看我的男生女生向前冲？向前一步啊！好样的。好的，速度非常的快。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幼儿园要3年的时间。是的，记得我的主持生涯就从我的大班开始的。看样子我的启蒙老师就是幼儿园的老师啊。好的，已经来到了忐忑楼梯。老师每一步走得非常的稳健啊。好的，是老师顺利登顶，接下来下楼梯了，一定要更快一点，老师。好的，虽然没有侧身，但依旧稳扎稳打呀、啊。漂亮！加油加油！第6关，格力电磁炉已经送给老师您了。希望老师不要停啊。小碎步，跑快跑快，再快再快，往右往右往右。好，好的，过关了。好，再向前扑。向前扑！好，过关了。哎呦我的天哪，虚惊一场。其实啊，先站起来，老师。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再一次重温一下我们那个读书的时代。除此之外，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所有老师都能拿到一份教师节的礼物啊。当然，我幼儿园老师也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啊。接下来来到了最后一关。老师，小小身躯应该有大大的能量。要来水了，要来水了！单膝跪地，单膝跪地！再向前，再向前！蹲在地上。加油！老师，这位好年轻的幼儿园老师。哎呦，真的是啊！很好，很好，稳住，不要晃，稳住！很好，哇，力大无穷啊！漂亮！要来。我要代表小朋友给老师发一朵大红花。受不了了，这个小朋友口齿真是独特呀，舌头好大呀。已经开学了，老师想请问一下，您今年带的是大班、中班、小班啊？已经是大班了。大班了，这些小朋友对也马上要步入小学的殿堂了，要准备了哈。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呀？我想告诉我的宝贝，加油，像老师一样勇往直前，你们是最棒的。哇，好嘞，太棒了。的小朋友不知道得有多高兴啊！恭喜您，老师，格力空调送给您，还有我们大红色的护风衣送给老师。哎，恭喜老师，好样的！作为启蒙老师，也给我们开了个好头。接下来是我们的小学语文老师李老师，请听口令 ：3, 2, 1, Go！好清凉啊！遗憾，只能得到我们小羊人果粒多一箱了。请上的是计算机老师马老师，觉得今天闯关有信心吗？有信心。好嘞，我们期待你有好的表现，加油！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也是我们的中学老师了。大家都知道啊，中学是人生当中的一道坎。因为高考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所以真的有这么多辛苦的中学老师啊，诲人不倦。好的，今天希望在教师节这一天啊，为自己拿到一份教师节的礼物。是的。好，站起来，快点跑，老师。哇，老师这个速度很快，好样的。第4关，步步起伏。好的，这个老师啊，可能教的是计算机，跟自己打字一样，特别的快。快点跳啊！
非常的遗憾，老师在忐忑楼梯落水，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学老师了。是的，林老师教美术的，而且今天还给自己画了一个淡妆，淡妆浓抹总相宜啊。来，林老师，请听口令。园林，园林，我觉得是个乐观的老师。是，他一直在看到别人的落水的时候呢，就一直不停在笑。啊，你是感受到快乐了吗？是的。好，那你是把这种快乐带上高台呢，还是带到水里？最后一关。是，给我们带来别样的快乐吧，袁老师，请听口令。3, 2, 1。是不是幼儿园老师平常因为幼儿园里有蹦床，所以第二关对他来说太轻松了？是因为小朋友啊又蹦又跳的，老师带他们呢也会无形当中就锻炼了身体。哎呦，好厉害的。好，腹部起伏调整一下啊。踩实，每一步都踩实。对，哎呀，刚刚那个动作有没有像在幼儿园里面和老师一起玩老鹰捉小鸡啊？好的，接下来忐忑楼梯还有一步，走着。非常遗憾，送给您好喝的小蓝人大礼包一份了。介绍这一位啊，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医学院的。您教的是中医学？中医学，气定神闲的，早就打通了自己的任督二脉，接下来就看您的表现了。来，请听口令。3, 2, 1。起跳，落下就起跳。来到了第三关，老师可以拿出您的针灸来针一下自己的任督二脉，接下来需要的是速度。快一些，快一些。好的，好的，步步起伏，好的，忐忑楼梯，落下的时候就选择起跳走，不要犹豫啊。快快快，抓紧时间踩在上面，快点快点，转了。哎呀哎呀哎呀，非常非常的遗憾。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来，有请皮肤很黝黑啊。对啊，这个是天生的还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关系？本来就这样，你知道吗？他是数学老师当中
种地最棒的啊，他是庄稼人当中数学最好的。怎么说？要解释一下来。就是暑假的时候回家帮父母干点农活嘛。哇，啊，老师很辛苦啊。老师，您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来自寿县的特岗老师，我叫叶世荣。叶老师，嗯，啊，叶老师，你看，在正常的学习当中，要来授课教书，没错，暑假寒假还要回家帮忙农活，哎，哎呀，您真是一年到头不停歇啊！今天好不容易来到我们亚洲一号赛道，好好轻松一下好吗？希望老师有所收获，加油啊！请听口令 ：3、2、1。哇，叶老师天生啊皮肤就比较黝黑啊，真是我们赛道上的一匹黑马。要更快一些，没问题。接下来步步起伏，掌握重心，就像在田间地头似，在两个庄稼中间不能踩到庄稼，顺着那条直线迅速的通过，漂亮。接下来坎特楼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队长就像老师一样啊，每一关都在教授这个解题秘籍啊。是教练员吗？是，非常合格的教练员。好，叶老师要来了。好，站在这个地方，老师要冲起来。叶老师，保证速度，不能停，前往前。好的，接下来冲起来。前面就是一片庄稼地，用力啊！好的。为什么是庄稼地啊？因为我们这位数学老师在寒暑假的时候还会帮父母去干一些农活。哦，哇，哇，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呢。是是是，我都说了嘛，庄稼人当中数学最好的，这个数学老师当中最会种庄稼的。哇，步步，好的，老师种一季庄稼要等到一段时间才能收获，今天您冲上高台，就这么几步就有收获了。冲上高台，马上就有收获。是的，老师，太棒了！叶老师，漂亮！恭喜安东开关！耶、yeah ！欢迎我们的数学老师。哎呀，今天也是穿了一条牛仔裤闯关呢。是，当然是短裤了，比较方便运动了。哎，那感觉如何？累啊、哦！那今天想不想得到我们的格力空调？想之前我先送给你一朵小红花。格力空调是您自己挣得的，恭喜叶老师！恭喜！来，老师好样的，叶老师又为女生队拿到一台空调。是，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女老师了，叫什么名字？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合肥的王梅。教的是哪个科目啊？我是亚云老师，我是全能。你看，老师都说了，我们是什么全能？哎，之前有两位我们的幼儿园老师都已经闯关成功。是的，压箱底的宝贝要来了啊！来，王老师，请听口令 ：3、2、1，Go！ 如果说我们女生队能够领先男生队三台空调的话，那就是稳操胜券了。播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啊，因为老师说我们幼儿园老师就是全能。是的，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都要靠老师的悉心培养啊。小心小心小心，跑快一点跑快一点。每一步都牵动着我们的心弦呢、啊。又到了忐忑楼梯，好的，接下来都不能犹豫啊，老师迈上去，对，不能犹豫，踩住，老师再加快点速度啊，快快快，准备走着，哎哎哎，
随着最后一位女老师的落水，今天女生的表现已经定格在四台空调。是的，现在我们领先男生队有两台空调，相信这两位队长啊现在是心急如焚。想要超过我们应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的吧。余生乐乐，看你们的。快乐冲冠，无限妙练，这里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小羊人妙练，男生女生向前冲。感谢小羊人妙练独家冠名播出，感谢格力空调的大力支持，谢谢谢谢。分享一下我们的过关奖品，如果您成功的通过第一关和第二关，可以获得妙练果粒多一箱，通过第三关和第四关可以获得妙练大礼包一份。是的，通过第五关可以获得格力电磁炉一台，第六关格力高级遥控电风扇一台，第七关格力高级空调扇一台，第八关啊格力空调安徽卫视限量版冲锋衣还有陈启的香吻就可以送给各位了。我以为第八关就直接啊当然电视机前的各位呢，如果你边发短信大写字母的 A 加上今天教师节你想对老师说的话，发送到10660-12688，就有机会获得由绿源集团提供的一辆价值2000元的电动车，每天我们送出五台。谢谢。我跟你说这组就厉害了，厉害。上一组以体育老师为主，这一组的文理参半。哎呀，我告诉你吧，从这里开始朝右边的全是体育老师。当然你想带文科队还是带理科队？带理科队，因为我是学理科的。那我是学文科的，我带文科队好不好？好的，来有请我们学理科的老师站在我这边。除了体育老师以外啊，文科老师站在我这边。我第一个要派出一位精兵强将，这位男生看来看去是最接近体育老师的数学老师。你是数学老师啊？数学老师。哦，来自哪所学校？来自于安徽淮南。你第二组第一个登场，一定要为男队争光，为队长争光，请听口令。3, 2, 1，你收看下节预告。压力在球面上就哎呀哎呀。一定要为男队争光，为队长争光，请听口令。3, 2, 1，Go！ 哎呀呀呀 ！No！ 没关系，我还有一位数学老师。你连派两位啊？我连上两位数学。不怕输给我们文科队啊？你靠边站了，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安徽五位的五位二中的，我叫妙君生，教数学的，教数学的，对，加油啊、哦！加油，请听口令。3, 2, 1，Go！ 又是一位数学老师。该你们了。来，语文老师有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小学，我叫廖周周。叫廖周周？对，老师，我支持你，一定要比数学老师冲得远，好吗，老师？好的，好的，来，语文老师，请听口令。3, 2, 1，Go！ 瞧瞧这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呢，好厉害。完了啦！请问他比数学老师强在哪里？老师您教什么？历史。历史。男生女生开播到现在一共四季了，纵观这四季的历史，本王挑出来的选手一直都比你跳的要给力的多得多。今天就是改写历史的时候。哦，是吗？是的。好的，让你的人先说，请听口令。3, 2, 1，Go！ 好的，这一位历史老师已经登场了。是如此的相似，在我的照耀之下，男生队会继续前行，而这位物理老师将是下一个登上高台的人。啊，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峨眉包河大学中学的物理老师，叫阚亮亮。亮亮亮亮，乐乐
亮亮亮亮乐乐 OK， 请听口令 3, 2, 1 go。 看到没有什么叫马踏飞燕？天哪，亮亮刚才是飞过去的。对，OK， 今天的第三台。第三台啊，起卧卧卧，我有，这个是冲冠王吗？哎呦，厉害了啊！这确定是体育老师没错是吗？哎，开玩笑，这是一个物理老师。哎呦，好的，下一关，请你遵守啊，力的原理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还有加大自身的摩擦力了。没错，找准落点。哎，有一点点偏前，尽量多往前蹦一些啊！你这个位置有点不保险啊。他的手掌施加压力在球面上，就哎呦哎呦哎呦，救不了自己了。我们必须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们缩小分差。我觉得我身边的这位还不错，您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师范附小的陈浩。好，加油啊！陈浩，希望第三台能够带回来，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一关呢、啊，要看准时机。好的，好的，漂亮，这个节奏非常好。抱稳，夹紧。这位来自师范附小的小学体育教师，这一关一定要轻，一定要轻，尽量蹦到球的圆心的位置上，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好的，你必须努力，否则后面的选手哎，稳住，稳住，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下一个一定要多往前，对，多往前跳一点，步子要大一点，跳起来。好的。好的，用膝盖跪过来。哦哟，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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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来自师范附小年轻的体育老师，等一下，轻轻地拍了一下头啊，不着急不着急，一定要站起来。好的好的，空调应该说到手了。哇，从小到大只要上体育课就跟过年一样。来吧，好的。我从小呢，这个运动神经不是很发达，看到体育老师有点害怕呀。哦哟，老师登顶了。哎，哇，老师好棒。来，来请站我们中间了。刚才陈启说，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体育课，这样这朵小红花给你来带，好不好？好的，哇哇，我真是很荣幸为您带上一朵象征胜利的小红花。是，我们这样来问吧，老师，这是您过的第几个教师节呀、啊？三个，这个教师节是不是您过过的最有意义、最特别的一个教师节呢？对，是的，是的，我觉得一直都想过来尝试一下，然后这个教师节在这里过很开心。好的，我们也很开心，非常荣幸送上格力空调。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武术中学的体育老师。好的，今天如果想战胜女生队的话，你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拼尽全力啊，嗯，好吗？我希望男老师能够比女老师们再给力一些，请听口令。3, 2, 1 第二关掌握节奏，好的，很好，是这样，很好，是这样，没错，跳。兄弟，把你留到最后，就是为了让你成为这个最关键的人物。请问，有什么想说的吗？尽量扳平比分。好的，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来自合肥少儿艺术学校的体育老师，陈玉涛。陈玉涛，看你是如何把这一分关键的一分牢牢抓在手中的。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第二关，看清楚节奏。看清楚节奏，好的，蹦起来，漂亮，等机会蹦，好的，没问题了。这一关手抱稳，腿夹紧。天哪天哪，我觉得这场戏太好看了。没错，今天是9月10号，我们的教师冲关专场，但在结尾的时候却掀起了一幕惊人的小高潮，是否可以绝杀女生队呢？就看这位男生的表现了。没错，加油，这位老师，我非常的看好你，把你留到最后，会不会？哇，厉害！快进！要下楼梯了，大战弹力球，一定要小心。比赛这样才叫好看，我怕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吧？您也觉得这样好看的呢？因为我已经早就算清了他的定数。哎呀，大战弹力球的第一个球，我说过，我早就算了他的定数。谁站在我们旁边？我跟你讲哈，要解释一下，刚刚这两位呢都是我妈妈学校的同事哦，因为教师节专场嘛，他们也希望能够展示一下自己强劲的体魄，因为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粉丝了。是不是你派来的？是你妈妈派来的。从比赛角度来说呢，我不希望他过，因为不过的话男生队接受惩罚，但是从多可惜，好啰嗦，多可惜，真的，你是他妈妈的同事，对，他妈妈是他的妈妈，你是他的长辈，不，但是我还没说完，但是从理论上的角度，一定要加油，好吗？加油。本来不握手，我觉得还有可能性，这一握手就不好说了。不要这样讲，我们大气一点，好不好？大气一点，让最后一个鲁阳妈妈派来的选手来让比赛推到一个新的高潮。好的，好的，好的。看你的表现了，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了啊，冲起来！如果这位男生登顶，非常遗憾，今天所有的双脚起跳，双脚跳，全部跳水。好的，哇，好的，现在有2000多个老师都围在高台旁边观看的比赛，如果他落水，很遗憾，男生队今天逃不过失败的命运，如果他登顶的话，同样很遗憾，所有的人一起登，一起跳，所以倒不如一起跳。小心，说真的，我内心当中现在非常的挣扎，是不是？本身又是女生的队长，这位又是我妈的长辈，不是你的长辈，是，所以你看，现在你不如直接认输，宣布女生队跳水，可以让她自动落水。加油了！好的，整个冲关的状态非常的好。轻轻的，轻轻的，
首先，我觉得先送给这位兄弟啊，格力电磁炉一台。是的。第二，恭喜汝瑶，成功的把你的长辈们都送进了。没有，乐乐，乐乐，我觉得还有第三。第三。感谢汝瑶的妈妈，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今天呢，在结尾的时候，还是要祝全天下的老师们节日快乐。那时候再见吧。老师们辛苦了，我们女生队的成绩是四台空调，是的，男生队稍逊一筹，三台空调，所以下面男生队高台跳水马上开始。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抄起他的老鼠屎。好的。就到这里了，再次我们双周家族在九月十号祝全天下的老师节日快乐。明天中午11:45记得准时锁定安徽卫视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什么都不必担心，大胆的拥抱夏天。